Super Junior 一连三天在台开唱，身为死忠粉丝的百万 YouTuber 芊芊，近日在社群平台跟大家分享看完演唱会的后记啦。照片中只见他拿着粉丝们必备的应援棒，开心跟舞台拍照，文内却自嘲自己是大雷包，都快到小巨蛋才发现没拿票，还好有在整队进场前赶回去，更透露自己站在摇滚区，但可惜没爬到杆，看到真人离自己几步的距离疯掉，能这么近看到真人真的很感动啊。虽然看到一半缺氧跟肚子痛，但还是有顺利看完。然而芊芊的后记一出，也引来超多 Super Junior 歌迷们的共鸣，也有许多粉丝来跟芊芊相认，只说跟你在同场，留言区相当热闹啊。